你作为一个真正懂得要了脱生死的发菩提心的大道心众生，大道心众这个行者，你就要告诉自己，不根本上的断智，不根本上的对治，永难脱众生意识。为什么永难脱？因为决心现前处就是众生，但是这个众生意识上面就有起身种种难以做主的势力啊。于是乎，你要是还有一分是堕在众生意识上，就表示你根本不认觉体。你只要有一分还是众生意识中的业力，你就永受沉沦嘛，就是这么简单。镜子现镜色，其实就是镜体。但是在镜色呈现时，你若是忘记镜体，你就永受镜色的变化沉沦。它反而如是，就是如此。这里面没有任何商量，也没有任何你可以在心中可以随你的凡情中的伎俩。你随凡情中的伎俩，就是这个凡夫众生这个区块。你用众生这个区块所谓的伎俩，那还是在不断的延续众生这个区块的业力而已。你在熟悉这个业力，所以那是要斩尽截铁啊！从此以后，像如是截流一样，截断过去的所谓众生的业流，截流不在上面。再做过去新意识上熟悉的流润，那叫截流。回过头来，虽然刚开始去面对时，刚开始去思维时，你可能真的是茫然，摸不到一个头绪，心中有这么样的茫然恐怖，可甚至于是枯渴，但是你都要告诉自己，今生要回头找见自己本来面目时，你都会觉得茫然摸不到头绪，你才更要觉得紧张，更要觉得心中惭愧啊！因为无量劫来把自己搞成什么地步，已经把自己延误到什么样的情况了。所以越觉得茫然，应该是越能够激发你精进发奋的力量；越觉得摸不到头绪，才是一个行者念念之间是能够发生惭愧、起大精进的助缘。而不是说因为摸不到头绪所以放弃，因为这一放弃，你告诉自己，一放弃，放弃的不是说你今天你放弃的只是一个法门，一个好像真正与你身心以外的东西，你放弃的就是根本你的慧命，你放弃的是你将来在生生世世每一个戒道之中你呈现时你能做主的智慧啊。所以那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当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时，那一切世间的行为，一举手一投足，你就会发现你再也不是在相上解释的嘛，你是在心性之中念念思维，你是什么样的心境才有如是的举动，什么样心境有如是的言语。所以你会在一切生命当前，一切生活当下，你念念已经会摄心回光，你念念在心性上解读了。你念念在身心性上解读时，有没有离开现在的每一个行为？没有啊，你没有离开，因为在心性上解读嘛，一定还有一种，还有种种事项为你做解读的因呢、啊，解读的因缘，没有离开现前的事项，但是现前的事项还是过去只是世间感受，一定是堕在如是业感之中的流转束缚吗？不管你说好说坏，说善说恶，说出离出，说不出离，都是世间这个区块的束缚。你还是他吗？当然不是啊，因为你看到世间这些现象时，不管它是好是坏，是出离是不出离，你都是在心性上解读。什么样的心性呈现是不出离相，什么样的心性是呈现的出离相？心性本来能够成就一切法，所以它无所谓出离。心性正在成立呈现一切法时，于是乎你就知道那心性一定超越一切法。为什么心能超越一切法？因为它能呈现一切，它呈现一切时，你就不能够说它是哪个一嘛。因为你不能说它是哪个一，你就知道它超越一切嘛。所以你正在呈现处就知道它超越处，你正在它超越处，你念念担当呈现处，你已经在训练般若波罗蜜，你已经在行深般若波罗蜜了。那是念念的下手处啊，
那念念观什么？念念就是观你根本觉性中的本来从来不坏的自在，本来从来不失的自在，那叫观自在。为什么本来不失？你觉得出离，也是觉不失，这个觉心也不必你出离不出离，它不过只是觉得出离。你觉得不出离，觉心也不是出离不出离，或你现在不出离的业力，因为觉心它知道不出离。所以明白觉识，纵然你的念头之中有出离不出离的种种假想搅扰，那你还会堕在搅扰之中说现在的修行吗？要出离不要出离吗？都不是，这叫横出三界，直达般若。那这个不但不被如是言语之中之所束缚，他还会明白一切言语之中它是因何而现，那叫解读心性。当你能够明白解读心性时，你走进世间，眼睛见色耳朵闻声，再碰到任何亲缘眷属，再如何处在居家环境，你守的都是那一念心啊。你永远以将来你会发现你都是守的那念心，将来心境越来越纯熟时，也就是过去在古德宗门古德讲的那个石榴木牛啊，那念念之间修心养性时，那个木牛就讲禅定中的，那叫心性纯和。你真正纯和时，你再看到世间的这一切应对对待当前，你当下就是在心中体会。于是乎，你将来就在这一心体会之中，你明白心境之中的不同的变化。你在心中体会的变化，你绝对不堕变化，因为你不堕变化，你明白变化，那叫妙如，那叫妙有。但就在妙有之中，你是明白变化。所以正在你明白变化时，你同样你就知道你一定不堕变化，你才明白变化的嘛。所以当下妙有就是性空，因为你不会堕在任何的感受之中说种种有，但是因为不堕在任何感受中说的种种有，他才能堪当一切万有。这是汉传佛教讲到心境之中啊最深的逻辑。但是这种逻辑不是说今天师父在台上这样讲，你就这样听，好，跟大众没有关系。听闻就是让你回去相信你心里面心境就是如此嘛。所以讲经的法师就是为你剖析你根本来面目的相貌，因为剖析明白，你就相信你心境就是如此。当你明白相信心境就是如此时，你就自然而然在你将来的一切行为举止之中，你自然就成道归，自然就成回光。除非是你根本不听，根本心中没有任何回响，没有任何回响，那当然就叫不信。那你明白心境就是如此时，你自然就在现前的一切应用，你会发现你就能够起如是用啊。所以叫闻思修入三摩地，就能起如是用。纵然你刚开始起如是用时，潜在意识还在有寻有思，但是这个寻思已经不同一般凡夫的寻思，凡夫的寻思还是在众生区块言语造作上面说出离不出离。你的寻思是你当你启程出离不出离时，你都要体会，你都能够体会，其实那是觉，我根本不堕在如是的差别之中体会于觉，而是我要敢担当在觉性之中明白这些差别。所以将来就在差别之中，你能够体会原来觉性的存在，这叫有寻有思。这种有寻有思都不是过去凡夫外道的有寻有思，那不是凡夫外道的有寻有思，所以就在这个僧团教育，在这个道场教育之中的重要了。所以前人就是前面修行的人，要这样子不断的告诫，拿他所修行过的经验，于是传达，如是传布。那后面未学的人或者初学的人，听到如是语言，他就会在现在语言之中，因为心中起大精进故，心中能知惭愧故，心是真正耗耀于佛法，要了脱生死，找见自己本来面目故的人，这种原因，他自然而然他就能吸收啊。当他吸收一分，他就能够现用啊。所以这就是传法，这就是讲经，这就是传道的重要。